生僻影，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还没有七点半嘛，对不对？我在讲话啦，7:30，然后呢，我先开了，我现在人在杨雨腾他家门口，那我等一下会OK， 哦不，怎么会那个？这样还有吗？现在还有吗？我说，我现在在杨雨腾他家门口，等一下我会敲门，然后我们看他的反应。OK？ 我说我们现在在杨雨腾他家门口，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敲门。知道吗？Hello， 咳咳。OK 吧，好不好 ？OK 好，好。导演在看，那我现在要敲门了，我要敲门了。我家，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家？先进来。啊？先进。我现在进来了，然后我们网络很卡，外面没有网络。现在进来会卡吗？不是要在这里直播吗？我现在进来了，听得到吗？哎、欸。而且你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开始了，但是网络很卡，可以吗？天哪！天黑黑，会不会有好一点了？有好一点了，好不好？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我在直播啊。那你不是说好要在家里面怎么？我这个人就是你开始多久？我这个人就是、啊！帮我扶一下，拜托。哎、欸，这我们好像白痴在傻笑。你开始多久？啊，我才刚开始而已啦。好了，这样子。已经800多个。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可以吧？好累哦，人生。看得到吗？画质不太行，
有没有 WiFi？ 有啦，我家真的是高士德。什么？我是变态是不是？没有。怎么可以那么好笑 ？OK， 我们现在在杨宇腾的房间了，你们听得到吗？好尴尬，我在我家。你们听得到吗？有点不清晰。我来看看。还行啊，好卡哦，是有在动的，就是画质没有这么好，真的还假的？好，不管，反正我们现在进来了，然后你自己跑过来，自己尴尬是吗？我自己跑过来，然后好像有一点尴尬，就是跑到人家的家里面不知道干嘛。然后那可以帮我倒一杯水吗？好啦，还有冰箱哦，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呢，好，那大家看完上一集有什么？是有什么问题吗？想听呢，然后就这样开始。对啊，不觉得好奇怪吗？又的床超大的，他的床比我还大，比我的床还大。哦，他家很干净。桌子下面放了炒面王，他家很干净。你再说一次。你可能要过来一点，你有点出镜，我看这样子，这样子，好吧。倒是的，太会了，你看。我跟你们讲个秘密，据我所知，没有人来过他房间。我是第一个，真的。你们都有下载 VTV 吗？应该什么？吃饱了吗？我吃饱了。拆穿人家。为什么一定要吃麻辣锅？因为苏毅他很喜欢吃辣，所以高士德就准备了麻辣锅给他吃，这样子。对，嗯哼。我想问一下，你平常都在房间里面干嘛？没有，睡觉啊。睡觉、看剧、看漫画。所以你平常就是你的活动范围就是这张床？没有，这边有一个。不能给你们看的地方，拍好他没有拍到，我想也是，所以我没有拍到。聪明聪明。好的，然后之后还会吃麻辣锅吗？好，我们可以早一天去吃麻辣锅啊。欸，可以耶，可以，可以，你想吃？可以耶，你想吃啊？你敢吃辣吗？我敢，我超会吃辣。你很会吃辣吗？ 我没有算很会啦，但可以吃辣。可以吃，那会像苏一样拉肚子？不会，有些人吃会拉，但我应该还好，还好。但我胃也没有这么厉害。OK， 对，就是可能吃很辣，我会拉肚子。有我家我知道有一家超好吃的，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的。连锁啊？哪里？他现在开了分店。哪里？青花教。没听过。你没有吃过？没吃过。青花教。我带你去吃，真的真的真的好吃，真的。是不是那种？这个没有在演。辣是那种真的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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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的辣，不是那种硬加很多辣油那种，不是。赞赞，你说的哦。赞赞，我说的啊，我讲的啊。原地结婚吧，我们现在没有证婚人，怎么原地结婚？好糊是你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你上次也是这样，差不多。哎、欸，但是我看粉丝剪的，他不会糊哎、欸。嗯。你的比较糊。嗯，我上次也差不多。对，但我看粉丝剪的，我在我家的不会糊。还是你下次来我家好了。可以啊，那我下次我来偷偷。你自己排过来是还是不要是怎样？你生气了？你跑人家家里面还不准人家去你家？对呀、啊。我放弃拯救画质。好了。可以啦，这能看能看。可以啦，我家网络比较好啦。哎、欸，我家也骑得很快。我上苏毅的床了。哎呀。现在几点？3:08。哦。下次买马肉锅边吃直播。可以啊，这是谁？好聪明哦。赞赞。你除了赞赞还有什么别的反应？很棒。直接上别人床。什么别人床？你再讲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人床。他会不会气嘴啊？怎么那么凶？真的有各个国家的，还蛮软的、欸，其实还蛮软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床。啊，我今天睡这了，我床太小了，应该差不多吧？没有，我的床比你的小了，真的小了。好，等一下8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 VTV， 好不好？看一下，第一名的，看一下永远的第一名，永远第一名，好不好？搜寻一下永远第一名，永远第一名。然后我今天有在微博讲一下会直播，所以现在现场的应该有很多内地的朋友，嗯，对。也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支持一下。虽然那个内地比较困难，要翻墙。哎呦，罗罗出现了，那谁？忘了人家名字。不是，秉伟，秉伟，秉伟，好不好？秉伟，秉伟出现了。他在干嘛？这是哪？这是我家，他刚刚偷偷跑过来。那你们刚刚前面没有看到啊？但是因为刚刚网络很卡，反正我再讲一次，就是，我就跑到他家门口了。真的是对，我想说要突袭一下他家里有没有别人，我要翻脸。结果还好他很乖。你想讲？公司的。哈哈哈哈哈！我听到，control 一下，control 一下，control 一下，在自己的家不能太自在。嗯，没办法，因为现在有那个。哎，罗罗要一起直播吗？罗罗一起直播啊！来进来啊！哎，邀他进来吗？是你要邀他是？什么？他能进来？只有我邀他才可以进来，好不好？全部打字这个应该是他。他 ID 叫什么？他 ID 叫什么？我看一下。ACTOR。AC？ 对。ACT。上面，最上面。啊，邀请。有了吗？有吗？还是你不方便？来了 ，Hello。哎，你是不是没洗头？什么？我有洗头，我有洗头。我是刚刚，我现在在吃烤鸡，等下吃烤鸡。为什么？我给你看。你知道你的就是看起来不太好，OK 吗？没有，我跟你讲，这间。这间秘鲁烤鸡非常好吃，推荐。可是等一下，我想要先厘清的是，为什么你会在他家？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去过周叔一家，没有人去过 U 家。哦，我已经在那边一个礼拜了。真的吗？对啊，我都睡这边啊，看到了吧？睡这边啊。那，你们是睡左边还是右边？就是谁是睡左边，谁是睡右边？我习惯是睡右边。右边，所以 you 就是躺在你的就是左手，你是用左手抱他，是不是？我有。你们不是说一个礼拜吗？洗发精可以推荐。什么东西？我有不错的洗发精可以推荐。我的洗发精很好，而且我今天的头发是有线条的 ，OK 。我的头发是有线条的 ，OK。不错，刚刚不错，不要动心。对吧？这样不错吧？所以你们今天在干嘛？聊聊你们的今天吧。啊，你们今天在干嘛？你说你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所以你们这一个礼拜是进行了哪些事情？就弹弹吉他啊，唱唱歌啊，音乐交流交流。音乐交流。你第四集是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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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他不是都是我的。你想又说什么？说什么什么？别看人家哭。Hello， 两位理我一下，理我一下，你们刚刚说什么？他说他要弹吉他，没有。真的吗？是子豪要唱，你弹我就唱。你弹好啊，对。大家想听吗？大家想听子弘唱歌又弹吉他吗？零什么？你不要乱 Q， 先不用。你一直发出那种声音。哎、欸，老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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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看我这个大家不要理我。哎、欸，你们现在已经播到第四，就是今天要播第四集，然后你们会唱那个吗？就是会唱片头跟片尾了吗？啊？你们会唱这出戏的片头跟片尾了吗？你说我们本人吗？还是戏里面？本人呢、啊？哦，他会唱啊。片头吗？你会唱？片头跟片尾都会吗？片头是什么？不是唱。你看，哎、欸，大家都说我们两个世界。什么？大家都说我们这边两个世界，因为我是不是我讲话你们是听得清楚的吗？我们听得很清楚，很清楚。没有啊，我用完了。所以回答我的问题，旁边人讲话我们也听得到。真的吗？他会唱，他说他会唱片头曲，他刚刚还跳了一段舞蹈动作，是吧？啊、哦，对，对，在搓汤。那片尾会吗？片尾。唱一下。不会。哎、欸，他们说你们上面讲话的声音比较不清楚。他们说因为我们离很远，对。那你们靠近一点呢、啊？你们两个靠近一点。给他们手机一点。对，然后你们两个也可以再靠近一点。对，这样子。这样还不错啊，我觉得这样蛮亲密的、啊。对。你为什么这个脸奇怪？蛮好的。楼上，自成结界。对，脸贴脸，脸贴脸。有人说脸贴脸。脸贴脸。又要大声一点，又要大声一点。哦，好。Yeah。
赞哦，维持到八点可以吗？还有13分钟哎，你知道这件事吗？13，对啊，所以维持到。你在哪一家烤鸡店？你还喝红酒？这不是红酒，这个是紫玉米，这个是紫玉米汁，紫玉米汁，它是秘鲁的特殊的饮料吧？OK， 你知道秘鲁在哪吗？你知道秘鲁在哪吗？你知道秘鲁在哪吗？我知道。谢谢饮料大师刘德宏，谢谢，是刘秉伟，是刘秉伟。好，刘秉伟，你现在是刘秉伟，是没错。13分钟，对吧？真的很热。你们练，我真的蛮热，今天真的蛮热的。哎，你们再靠近一点啦，快点，不然让我的存在有点意义。不是。不是对我靠近，不要对我靠近，要对，你们要跟对方靠近一点点，然后把肉全部脱下，靠近一点点。我不能接下一句是，再勇敢一点点。哎，什么是03岁啊？有人说03岁。同时傻眼，同时不想要回你。哎，秉伟，我的哲宇呢？我的哲宇今天在 也在练词哦。哎，他很忙啊，有人看不到我的头发，他超忙的，他在练琴，一直在练琴。我现在敲我灯光，我敲我灯光。我头上有看起来这么油吗？粉丝们评评理，粉丝们评评理。我那跑音啊！我是说评评理，我的头真的有很油吗？很油。那个大家觉得刘秉伟的头油不油？是油的吗？油的请按心，油的请按心，爱心。哎，可以按了、哦。哎，没有人按心啊。你看，有点小不油，他说我的头发有点少，但是不油。有人说很油，很油啊，没有，可是有人说还好啊，他只是说有点少而已。哦，好啦，好吧，谢谢秉伟，吃饭还抽空陪我们。没有，我只是很惊讶，为什么你可以去到 U 家。然后我跟他认识这么久，我都没有去过他家。你跟他认识多久？以距离来算的话，至少以戏中来少3年。那我不就10几年？对啊，你们已经，我们已经结束，然后再番外是不是？那他家大吗？你这一个礼拜住的舒服吗？你这一个礼拜住的舒服吗？我还 OK 啊。还 OK。那你们可以就是摆几个你们平常就这一个礼拜你们两个这样坐在电脑前或是电视前面会做的姿势吗？是这样。Yeah. 然后嘞，再来，下一个，快一点，然后嘞。你出镜了。再一个。你们两个喜欢看什么电影？比如说恐怖片，谁比较害怕？恐怖片。对。我不怕、欸。那玉会害怕吗？舒玉会害怕。他很怕。对。那你都怎么保护他？我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心灵医院，然后这样子保护他，这样你被保护吧，这样是你被保护吧。我不怕。你不怕？这样我不怕。我不怕。哦。还有嘞，你们只有这么无聊的姿势吗？
你想要什么故事？我没有想要，就只是让你们自然呈现而已啊。哦，再换一个嘛，你刚刚给了两个。广告都是要这样拍，对啊。哎，你知道我觉得紫红很适合演那个 Joker， 你知道吗？你有演，你有扮 cosplay 过之类的吗？你是表情，你是觉得我长得很恐怖？对，没有，就是你的表情张力蛮好的。真的都是这样。对啊，你看，你要不要上？欸，有人叫你们亲额头，欸，可以吗？面对面，面对面亲额头。什么啦？我只是重复粉丝们说的话。我只是重复粉丝们说的话。你听得到我讲话吗？可以。粉丝们听得到吗？你们听得到又讲话吗？听得到吗？听得到。现在还蛮清楚的，我这边还蛮清楚的。欸，所以又加大吗？给一点想象嘛，我都没去过。嗯，蛮大的。怎么个比较法？跟游泳池一样大吗？住得不舒服是不是？住得不舒服。没有，就是温馨啊，很温馨，然后黑白的极简。哦，是像罗兰那种极简的风格吗？啊？你知道罗兰？你知道罗兰吗 ？OK， 就是日本第一牛郎，他家很极简，很漂亮。他家又的家，你刚不是说黑白？黑白吗？所以是极简设计，不像哦，但是偏极简。哦，这个比较有设计感，我觉得。哦。那你自己的喜好嘞？你说我？你喜欢？对，你是喜欢黑白，是颜色缤纷一点？我喜欢黑白，黑白，对，所以你们两个很合，审美也很合。当然啦，没有啊，有时候是互补啊。哦，没有，我们很像，你看我们都穿黑色。哎，我也穿黑色。你里面穿白色，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好了，我这样会被大家讨厌，我不应该乱入你们的关系的。不会啊，各位一直说两个世界的朋友们，我真的是，你们要理解的是，哲宇非常的忙碌，他真的有很多，他是事业心很重的人。你为什么不跟他？没有啊，就是把日子过好，然后精神上的守护啊。我帮你骂他，他这样子不行。好，对吧？我觉得。我人太好了，还是要麻烦就是高士的。你一个人在那边吃烤鸡，然后自己喝酒。对啊，自己喝一个秘鲁来的，不知道什么紫玉米汁。好吧，你看上面两位又开始这样子。自己的世界，没有你们很美，你们继续，我们一起看。帮你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对可爱的 CP， 得意 CP， 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完全忽略好朋友。的存在，虽然说画面真的很美，好，我只能把紫玉米汁当
酒喝。墨镜也挡不住他们的他们的光好吗？好了，但大家真的千万不要讨论石哲宇，他是真的事业心很重，对，所以我们要体谅他，我们的腐在精神中很腐 ，OK。哎，三分钟，剩两分钟，哎，就要上架了吗？就要上架了吗？这两分钟 VTV 今天是大家赶快去看第四集对不对？哎 ，VIP 第四集，现在有830，二十七吧，我现在显示27耶，827人，我大家看到29，现在29，现在29，二十九。31了。哎，子宏，你就多笑几声吧，大家说很喜欢你的笑声。为什么？他们说喜欢你的笑声，我怎么知道？我的朋友都关我屁事啊！我干嘛笑？什么？哎，什么是？哦，已经上了吗？那赶快去看。哦，上了。那我们要让他们专心看的吗？对，我们要让他们专心看。再次声明，我的头没有很油 ，OK， 我每天洗头的。真的，还有自然卷。别这样讲。每天洗头发，头发。哦，好的，是。好了，之后希望有那个洗发精厂商可以找我代言，虽然头发很少。头发很少是什么啦？但是我的发质很好，发质很好，可是发质很好，没有油， okay. 所以欢迎厂商找我代言。OK， 好 ，You is so beautiful. Go watch it. OK。New episode， 8点了。哎，我们是不是跟 international fans 打个招呼啊？他们一直说他们就是看不懂，可是就是一只能用看的。Oh. Hello everyone， 你讲英文。We're greeting you. 哦，八点了吗？好像就是最后就是 go watch the show。It's gonna be amazing. You is amazing. Sam is amazing. I'm amazing. And Richard is amazing. Everyone's amazing. Okay. Yeah. Okay. And just go. 哎，雷猴，雷猴，有人说广东话，雷猴了，快点，该你们了。日文。日文。本時間の9時から、いや、もう9時なんで、もう9時なんで、みんな。我一直曝光。大家已经寄款了，10000的订阅啊，对，for 台湾的 fans， 有请大家一定爱看，永远是第一名哦，拜托。萨瓦迪卡，萨瓦，哎，这样讲，萨瓦迪卡，是这样说吗？萨瓦迪卡。안녕하세요。还有什么 ？Hola， Bonjour， Ciao。啊，已经八点了，大家赶快去看，拜拜，好不好？好，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or 早晨 ，whatever， 拜拜。Good morning or good night 拜拜。我的头真的没有很油。好啦。拜拜。下喽。哎，我先下好了，你们留一下，我要先下了，拜拜大家。
知道。哎，还是挡住了。应该是。天哪，完了，这个画面怎么办？是。按叉叉就好了吧？应该。好了，拜拜，拜拜。